怎么了呀？没事吧？没事。行了，立夏，啊，继续努力。哎，啊，来，我该出任务了，下回再打。 刘阳欣，我跟你说，刚才我跟伯姐对决，我赢了。你刚刚叫我什么呀？美丽的欣姐姐。你刚刚说你和邓博对打，你赢了。啊？那是人家邓博让着你呢，你自己心里还没点数？胡说！我靠的是实力，好吗？你呀，也别太嘚瑟了。他现在是腰上有毛病。啊？伯姐的腰有问题啊？ 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胎训了起来就跟疯子一样，身体怎么吃得消啊？以前啊是仗着自己年轻底子好，现在问题全来了。哎，我听人讲有个曹青华胶囊，可以试试。他知道，天天悄没声吃呢，要不然别说打，能不能走都是一回事。 早到了5分钟，小邓，你有孩子吗？难不成你是不婚主义者？也不是，只是没您那么幸运，没遇到合适的。小邓，你条件好，但是眼光不要太高了。上车。 真漂亮，宝贝儿，是你做的吗？送给妈妈好不好？不要。为什么呀？你送给妈妈，你想送给谁呢？给你。给我？对，老师说红花要送给家里最辛苦的人。瞧这孩子呀，就是会嘴甜。谢谢。来，宝贝儿坐好，阿姨开车呢啊。 咱们坐好。我要看电视。只能看到晚饭前啊。嗯。叫妈。叫妈。 请求支援！我叫你别哭，听到没有？我叫你别哭了，听得见没有？闭嘴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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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No!
邓博，你差不多行了啊，你把自己练废了呀。博姐，你该吃药了。放那儿，我一会儿吃。博姐，师傅可说了啊，这恢复身子就是水磨的功夫，你得慢慢来。邓博啊，整一个平民三娘，拿他有什么办法呀？他要听你的话，他还是邓博了。你那腰啊，还有旧伤呢，再整个伤上加伤，可怎么办啊？就是。 你得歇一歇。岳总叫大家开会。开什么会？去了就知道了。走吧。来，多坐，多坐。我跟邓博已经商量好了，他这个月就要离开咱们了。啊！我的体力大不如前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长江后浪推前浪。 我想是时候离开了。不过不用担心，我还会以顾问的形式经常回来看大家的。博姐，我不让你走，你走了林冠军不一定怎么天天欺负我呢。李夏，别不懂事儿了啊！人邓博也该想想自己的事儿了。就算是工作狂，也不能嫁给公司吧？哼，夏，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，你天真烂漫，但也自由散漫。 你好，我是邓博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请坐。这介绍人说的一点都没错，确实漂亮。听说你干过特警啊？我现在在保全公司工作。哦，保镖。 我在银行工作，今年下半年可能就提副行长了。那您工作挺有能力。现在这年头，工作农民强，顶什么用啊？要想升职，还得靠这个。来。
身材保持得真好，什么时候能见识一下？伯姐，你太炫酷了！你是怎么踢的？你是这样踢的，还是这样摔的？好了，别闹了。你们说，这结婚要是能和训练一样，咬咬牙就能过去，那该多好！拜托，那可是终身幸福，瞎咬什么牙呀？就是，还是委屈我，好好给你上几堂恋爱教育课，包教包会。伯姐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千万别听他吹牛，他现在连头都没搞定。你个小丫头片子懂什么呀？我那叫欲擒故纵。哎呦呦呦呦呦，欲擒故纵！你们俩真是无忧无虑的。哎，你好，周总。夏呀，你还年轻，有些事情你们还不懂。我懂，我什么都懂。你明白个屁！你懂个屁！你才懂个屁！你懂个屁！懂个屁！懂个屁！嗯，好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闹了，跟你们说点正事儿。刚才来了一个电话啊，临时来了一个风险评估比较低的护送任务，谁去啊？别看我啊，我可是爱莫能助。今天下午2点，申英龙有个粉丝见面会，那我去吧。你不是约了你的御史邓叔叔吗？我去吧。雇主是 IT 行业巨头腾飞公司，他们从美国聘请了一位华裔工程专家李俊生来讲座，只要把他接到腾飞公司，任务就完成了。你好，我就是李俊生。李先生，你已经迟到了35分钟。我去拿行李了。嗯，请跟我这边走。哦 ，up to you。
你拿的什么呀？这是我的小优啊。我对爬行动物比较敏感，麻烦你抓牢它。真是少见多怪。小优，没事吧？来，抱抱抱。哎，你会不会开车啊？前面怎么回事？什么情况？小优，回家，回家。架子扔这儿了，估计是冲你来的。啊！坐好，抓紧了，立刻确定位置。车速50，车距45公分，车高限长1.3米，你现在根本连门都打不开。现在超车，成功率只有3%，你现在根本就是送死啊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功夫算这个？这叫理智！哎，你到底是不是保镖啊？不好，信号消失了，关机了。打被保护人的电话试试看呢。看来真的出事了，去搜，快！集合，集合！你去给我准备车辆去。好。你们两个随时给我待命，把衣服给我换了。好的，你们两个去准备设备。好，你们两个去把丁妈给我盯死了，剩下的人给我调查跟踪定位。找到了，邓博信号最后消失的位置是在海滨公路。怎么了？这么着急把我叫回来？你再查一下，沿路上有没有其他监控？好。以我的推断，这件事绝对跟李俊生有关系。看来他的身份没那么简单。换上衣服，去腾飞。
在搞什么？啊？李俊生不是开讲座了是吧？那他干嘛的？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了？我跟您说过多少遍了，我们接到工作都是要做风险评估的。现在连我们腾飞、庞大的软件家族都受到病毒的感染，这种安全隐患对于我们互联网公司来说是致命的，所以我们以后不得不小心谨慎。就是因为小心谨慎，所以才要告诉我们呀。行了，现在根本不是在讨论这个的时候。Jason 已经失联三个小时了，我们必须马上通知警方。唐小姐，现在失联的时间并不足以立案，请你再给我们一些时间。我们给你时间？谁给我们时间啊？ Jason 这个月日程早就排满了，如果 Jason 真出什么闪失，这个责任谁来承担？别忘了，保密协议我们已经签过，如果你们现在报警让媒体知道我们找到了问题专家李俊生先生，一个上市公司的责任你们谁担得起？你们担吗？哎，不管怎么说啊，我觉得这次肯定要超出合同中的工作时间规定了，对于合约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商定补充协议。你们这些人现在还是钱，有没有人性啊？你谁啊？立夏，冷静。但是现在时间过去了这么久，绑匪一点消息都没有，看来他们的目的很明确，他们不仅是冲着李先生而来，更像是为了对腾飞不利。如果因为服务器崩溃垮台，那么最高兴的人就是徐浩庭。徐浩庭，徐浩庭，云度公司创始人兼 CEO， 最年轻的华裔 IT 富豪，一年前曾深陷艳照泄露丑闻，所以他不惜高价收购了整套个人安保反间系统，光靠深蓝的力量不能远程破解。谁呀？不扫兴了。哼，你们谁啊？你好，我们是 Coser Queen， 老乱介绍的。这样妞不错，把她带进来。赶紧把徐浩庭的数据调出来，只要我们复制他的手机卡，无论他在哪儿做什么，我们都能马上知道。这不太合适吧？没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，救人要紧。林欢欣，谁让你这么做的？你不知道这个违法的吗？顾不了这么多了，邓博和被保护人现在生死不明，就算是违法，责任我也一个人担任。徐浩庭现在就是我们最大的怀疑目标，只要我们把他顶死了，肯定能够找到邓博他们的下落。就这一次啊，一旦找到邓博，立刻马上把卡给我消了。你就放心吧。嗯。
终于醒了。哎，我刚才在脑子里啊，写了一个程序，来回演算了三遍，竟然一个 bug 都没有，真是太爽了。哎，喂，你们的饭，别饿死了。你们要是死了，老子可是拿不到钱。来，接着，来接着接着。三四二行啊，放开！邓博，邓博，什么情况了，大哥？没想到这小娘们身手这么好，差点让他给跑了。想跑？好啊，去把那个小娘们给我带上来，哥俩跟他玩玩。是是。这是我们的机会，一会儿我通知他们，你想办法逃走，报警，不要管我，听见没有？是是是。小妞，你不是精力挺足吗？出来陪哥几个练练。行不行？提醒你们俩放聪明了点，要不然我会让你们死得很难看的。带下去。鸡有什么可怕的？那就是那。这是什么？
没事，从小训练，受伤难免的。还没事呢，都流血了。来，你擦擦。别碰我！我说你是呆还是傻？你为什么不跑？你说你逃走了，找来人，我是不是也得救了？根本就不会打，瞎凑什么热闹？我那儿看你吃亏了，我回来帮你忙啊。你帮我什么呀？多余。现在好了，往后他们看管的肯定更严。那，下回送饭的时候，咱们再试试呗。你好，你们有詹森的消息了吗？还没有，但是我们找到一只蜥蜴。可他已经失联12小时了，如果24小时还是没有着他的任何消息，我必须马上让警方介入。希望你们尽快。你建议我买的两只股票还不错，走势不稳，震荡比较大，需不需要平仓？不忙，再观察两天，随时等我电话。能有什么发现？两个人光聊股票了，不过都记下来了，万一里面藏着什么暗语呢？你给我把它拿远一点，看的是吗？别闹，我也怕那玩意儿，拿走拿走。我觉得挺可爱的，我还想养呢。就你还养它呢？你养两天你就得养死了，我看你还是把它给送走吧。今天脸色惨淡呀，来，喝口水吧。我不渴。我们现在必须赶紧想办法出去。下次送东西时，你跟我一起抓住机会，我会设法拖住他们。邓博，我是绝对不可能丢下你一个人的。你看，你现在伤得很厉害，需要马上去医院。没关系，这就是我的工作。我现在已经大概判断出我们的位置。可惜我的战术手表坏了。战术手表？我们的战术手表和基地的生态系统是连接的。你手表呢？给我看看。我有办法，这手表外壳虽然坏了，但是芯片应该还是可以用的，只要通电就能发出低频信号干扰。但是想要发出低频信号干扰，有三个不可控又非常必要的条件。第一，需要一个外部发射装置，最接近的那就是手机信号了。第二，需要你的同事准确且敏锐地接收到我们的这个手机信号。第三，这信号干扰属于物理手段，无法准确传达信息。那摩斯码行吗？摩斯码已经没有人用了。只要能发出去，我们的人肯定能收到。那现在我们就缺一个手机信号。你嚷什么嚷？这女的看得不行了，要送医院。有问题。立夏，立刻搜索云渡和腾飞两家公司的新闻。欢心，
追踪刚才那通电话的位置。我查到了，一个内幕网上暗指某家大型网络公司存在着安全隐患问题，说明天对外公布细节。果然云度早就知道腾飞的弱点，他们是想等病毒酝酿到打击面更大再出手。老板，你介绍的我那两只股还不错，不过喂，反向追踪呼出失败，对方设了加密频道，放大屏幕看看能不能听到环境音。震荡比较强烈，抛还是不抛？喂，是那只低价股。再这样下去，周围很安静，我已经把噪音放到最大了，可是还是什么都听不出来。抛还是不抛？难不成邓博跟李俊生他们？不可能，博姐是不会有事的。我就不信抓到他们的尾巴了。你不知道我们的消息里的人什么时候能收到。放心，信号已经发出，他们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这任务就算结束了。我现在不想出去，现在不是挺好的？你说实话，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跟女孩子这么近距离的接触。真的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坚持住。这是什么？我想检查一下信号强度，看看能不能有什么突破。这条线是什么？怎么断断续续的？好像是电磁干扰，说明他们打电话的周围应该有电磁反应。可是干扰会一会儿有，一会儿没有吗？摩斯码。对，这是摩斯码。摩斯码。用山弹试试，看看能不能破解。换衣服，行动。小英，在这干嘛呢？C区11号已封标出现，请求支援。
邓博，邓博，坚持住，我们马上就会得救的。啊，我们说好一起走的，绝对不会丢下你，好不好？我说过，我不会扔下你的。坚持住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怎么起来了？哎呀，靠着靠着靠着，快。哎呦，杰森呢？他没事吧？放心吧，他在隔壁做检查呢，有人陪着。李先生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我一生当中冒的最大的险。不过我很高兴，当时是跟你在一起的。对不起啊，没想到最后一个任务能成这个样子，没有给你一个完美的句号。没关系。原来这是你最后一个任务。对啊，你是我保全生涯中最后一个保护对象。那接下来你要去哪儿？那我邀请你去美国。Jason， 我们不是还要去腾飞吗？啊，我已经没什么大碍了，要不你们还是赶紧去腾飞吧。我们已经不是保护与被保护的对象了。所以，不要安排我。那，给我电话。潘总。腾飞那边吧，今天新闻被爆出来了，要不是我们拦着，恨不得现在就直接给你拉过去了。今天我不去腾飞。啊？为什么？我小优还没找到呢。找小优跟去腾飞有什么关系啊？没有小优，我就不去腾飞。那你紧张什么？不是，没紧张啊。没紧张吗？当然。我认识你5年了，你每次紧张都捋头发。
在我这儿就不用掩饰了吗？去找小友。对了，我听郑宇说，你一直在相亲。他还真是多嘴。从上大学开始，我的生活就只有训练，到了特警队只有任务，后来进了国威也还是只有任务。仔细想想，我的生活里只有工作。想要成功，不付出怎么行？但是有的时候你付出了，也不一定有回报。听你的语气，你好像经历过。五年前呢，我把自己关在一个地下室里整整三个月，不分日夜地写出当时第一款通讯社交软件。通讯社交软件？那不是腾飞吗？如果腾飞是我写的，我就没必要出国了。实际上我只比他们晚了三天，但就是当时的经历和教训成就了今天的我。人都是要经历苦难的，起码你成功了，不是吗？还不够。怎么人正好醒了，明天一早带我去取小优。我的妈啊！你放心啊，小优现在在全市最好最安全的宠物店，他现在肯定活蹦乱跳的。喂，什么？被盗了？丢了？对不起啊。对，芯片，小优身上有定位的芯片。小优身上的芯片定位被人给屏蔽了，这下看来是遇见高手了。屏蔽了？那怎么找啊？哎，要不然这样，你先去腾飞把人家的事解决了，然后我们再去找那只蜥蜴。找不着小优，我是绝对不会去腾飞的。李先生，小优丢失呢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会尽全力去寻找。只要小优身上的芯片没有被破坏，只要对方露出一丝的破绽，我们马上就可以定位找到小优。你们说这个李俊生是不是有病啊？非得跟这什么蜥蜴卯什么劲儿啊？杰森这么坚持，肯定有他的理由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有点奇怪啊。哪里奇怪？左一个 Jason， 右一个 Jason 的，你们家的 Jason 明明可以不再住院，可是人家非要寸步不离的在医院陪了你整整一个晚上。赶紧老实交代，你们在被绑架期间发生了什么吗？别瞎说， Jason 是我最后一个保护对象，我当然想有个完美的收场。亲爱的，别装了，在感情方面我可是专家哟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现在尽快找到小优才是最要紧的。专一话题十分可疑。好了，别闹了，工作要紧。这样，我明天去问问杰森。进去坐吧。不用麻烦，我习惯了。你习惯，我不习惯。走，走。有个问题，我不知道该不该问。说。你为什么一定要先找到小优再去腾飞？如果你不想告诉我，可以不说，这是你的隐私，我本来就没有权利过问。因为芯片。芯片？小优身上的芯片，并不是让我随时能找到他而安装的。它上面有我毕生的杰作 Killer， 我的 Killer 完全不同，它能从根本上
改写脚本内的病毒代码，但是这件事情我还一直没有公布，因为还不到时候。唐平对你开发开了的事情了解多少？我没有告诉他，但也没有特别隐瞒。他知道。不要离开我。肯定是唐平，决定说他今天上午忽然退房了，但是能找地方我都找了，就是找不到他。用山兰试试，上次李俊生搜索的界面应该还在。怎么回事？全失灵了！你把手机关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我控制不了啊！立夏，立夏，赶紧把主机关了，快点！我这次找你，是有一个大生意要跟你谈。大生意？什么大生意啊？杰森的此行目的是为了帮助腾飞。如果他的杀毒软件出了问题，你说结果会怎样呢？好啊，可以合作呀。其实为了防止黑客窃取芯片上的 Killer， 我专门设计了防御程序。一旦试图强行定位，程序就会启动，然后进行反向追踪，逆向操作，把对方的程序杀掉。你不是说 Killer 是个杀毒程序吗？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没有对外公布 Killer 的原因。它是一把双刃剑，只要稍微修改一下查杀对象，马上进行逆向操作，把正常运行的脚本代码完全改成病毒。李俊生先生，我们接到工作都需要做风险评估的。现在不是追责的时候，最要紧的是赶紧找到唐平，拿回芯片。唐平本来就是一个行内人，想要找个买家简直就是分分钟的事情。再加上深蓝被摧毁了，怎么整？你能不能想办法联系到唐平，告诉他你有谈判的意愿？这点小事当然可以了。你不当情报员真是可惜啊！啊，为了防止程序泄露，邮件我一直都是这么写。那现在能做的只有等了。回信了，他回信了。他说了什么？他说他想让我把 Killer 送给他。那你现在能查到他发邮件的位置吗？我尽力啊。我查到了。那边倒是有几家度假酒店。今天是 W3C 技术大会，再没有比这种场合更合适交易转手的了。
你好，客房服务。厨子，嗯，这个可是好东西啊。恭喜您，老板。你把你经理叫过来，我投诉。我都检查过了，你的车旁边就一直没有停过车。你把监控给我调出来。行行，你自己看，自己看吧。杰森在公司，芯片也拿回来了，徐浩天那些人都被警方带走了，杰森也决定不再向你追究。可是他也不想再见到我了吧？五天，你跟他在一起五天，五年，我默默地等他了五年。在他心里却还是一文不值。李先生，小优跟芯片都给你找回来了。徐浩庭呢，现在已经完蛋了，他的秘书呢向警方也检举了他，云度现在乱成一锅粥喽。哎呀，就是可惜啊，让那个厨子给跑了。厨子，就是保你们那个打手。哎呀，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对不对？老话就这么说的啊。下面的事情呢，就交给警方吧。然后咱们的工作，收工。
我这来客人了，一会儿聊，好不好？嗯。哎，坐。啊，不了。嗯，我刚从唐平那里过来，他已经没事了，你放心吧。有你们保护，我当然放心了。唐平今天跟我聊了很多关于你的事情。好了，你今天过来，不会就是聊唐平的事吧？哦，不，徐浩庭那边暂时不会再有什么动作了，我的工作结束了。还有，立夏明天会来接你去腾飞。立夏，为什么不是你接我？嗯，今天是我最后一天作为保全人员上班了。那我以后是不是见不到你了？难道我只是你最后一个保护对象吗？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跟女孩子这么近距离的接触。等我，我是绝对不可能丢下你一个人的。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这种情况是怎么了，我就是不想以后见不到你了。杰森，你这是。对不起，是我太冲动了。我就是想到我以后见不到你了，我就忍不住。杰森，从我入行以来，我就给自己规定了一个原则，绝对不能和自己保护的对象发生感情纠葛。是我太冲动。你说，这是你最后一天的工作，是吗？那现在几点了？12:05。
闲了，亲爱的。快穿衣服。一会儿我们一起去吃早餐。亲爱的，等我处理完腾飞公司的事儿，咱们去旅行吧。你喜欢游泳还是登山啊？要不然咱们干脆去西。去希腊吧，快穿衣服。嗯。你在往什么地方发送病毒？说什么呢？快去换衣服。这个窗口就是病毒软件。那是在编写程序，啊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病毒也是一种程序。不。你在说谎。腾飞公司丑闻被爆，你再去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，但是你却坚持。即使被云度绑架，你还要去，而且还一定要带着开了。我们不是在工作，放轻松，好吗？难道从一开始？腾飞公司的病毒都是你造的？为什么一直要打破砂锅问到底？亲爱的，我们一起经历过这么多事情，你应该相信我才对啊。在这之前，我深信不疑，可是现在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信任你。爱人之间就应该互相坦诚，不是吗？当然。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秘密。这样，我答应你，等我们回美国，我把一切都告诉你。可是我现在就想知道。现在我不能告诉你。难道我作为你的女人都没有资格知道吗？作为我的女人就更应该听我的。对不起，我太激动了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快穿衣服吧。不，我不能这么自私，我不能让你去伤害别人，我更不能允许自己爱上一个这样的男人。不，邓博。恭喜你啊，完成了最后的任务啊！祝您以后找到自己想要的幸福。来，干杯！难道你们真的以为
把芯片交给 Jason 是在做一件对的事。你跟他在一起五天，你就觉得你真的很了解他了吗？五年前呢，我把自己关在一个地下室里整整三个月，不分日夜的写出当时第一款通讯社交软件。那不是腾飞吗？当时的经历和教训成就了今天的我。如果你了解到真正的 Jason， 还会不会那么坚定地跟他在一起？我想我还没有完成任务。郑宇，李俊生是靠什么起家的？他的资料你有吗？有是有，但你要这个吗？欢心，你帮我查一下他的具体资料。好。伯姐，查到了。什么情况？在腾飞还是一个创业阶段的小公司的时候，李俊生曾是创始人之一。后来他们开发了首款社交通讯软件，才得到了巨额的天使投资。你看一下，那软件是不是李俊生写的？没错。可是奇怪的是，等他们融资了之后，李俊生却从创始人名单里面被剔除了。这就对了，腾飞公司的病毒从一开始就是李俊生做的，他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报复腾飞。难道他被事业伙伴所背弃了？就像 Killer 可以让深蓝崩溃一样，李俊生现在带着 Killer 去腾飞就是为了扰乱互联网的安全。难怪他不去报警了，原来就是为了报仇啊。但是他和腾飞到底是什么关系，目前我们还不是很清楚。要不我们还是再等等看吧。不用等了，于公于私我都得去阻止他。但是你想好了，这样恐怕跟李俊生……我想好了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你需要跑路，我需要一个好的打手。我刚刚在你户头上汇了300万，如果你愿意帮我，我再给你汇600万。怎么样？比徐浩庭给你的多吧？好久不见，没想到上次见面出了这么大的乱子。我看咱们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。那事不宜迟，我派人带你去基站。可是基站是我们公司的核心，不知道这两位是？之前你们请的保全公司不行，这二位是我请的贴身保全顾问。这样，那就一起去吧。不要让保全公司的人进来。李先生，稍等。行，李先生。任何人都不准进来。是。哦，你好，我们是国威保全公司。对不起，国威保全不在邀请名单上。不可能啊。真的不在。看来李俊生早就料到我不会坐视不管。分头行动。李夏。哦。岳正宇，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？身怎么黑的？是不是你不行啊？是不是你水平不行？我根本跟你说过，小心小心小心！你他妈听了吗你？我水平不行，你搞错了吧？我水平就你行，你最行。哎，我告诉你，就我。
停手吧，就算为了我好吗？如果你爱我，就不要阻止我。不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做将来会后悔的事情。可是这些年来，我就是在等这一天。亲爱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些年来我所受的苦，我的经历就像硬盘的坏道一样。就算你重装，就算你格式化，它永远都在那儿，伤痕永远都在那儿。我忘不了，我忘不了，就是他们把我像狗一样赶出腾飞公司，就是他们享受着我现在的成果。我忘不了，我也不可能忘掉。亲爱的，如果你爱我，就不要阻止我。你为什么一定要活在过去当中啊？亲爱的，为了我，忘掉他。我跟你一起去美国重新开始，开始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未来。答应我，好吗？但要等到我完成这一切以后。享受着我现在的成果，都是他们逼我的，都是他们逼我的，我也不想这样，都是他们逼我的。行动受阻，快，切到总电源，走啊！那你走啊，没人拦着你，走啊！走就走。泼妇，冷静，别打了。
李先生，你停手吧！我可能做了一个很错的选择，但至少我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喂，喂，邓博，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啊，经过协商呢，腾飞公司决定撤销对李俊生的起诉，他应该今天就能从看守所出来了。那就好。你不去见他一面吗？去见了，又能怎么样呢？没想到你们最后是这样。或许遗憾，反而是个完美的句号吧。也许老天并不允许我随便破坏自己的原则，怎么办？看起来就算退役也还是不能谈恋爱。你这是什么话？好了，我假也休了，心也散了，是时候回来工作了。请问岳老板还需要保全人员吗？什么？你愿意回来？那要不我再问问其他保全公司。哎，别！哎，你现在就回公司啊！我马上就给你打新的秘书，好不好？喂，怎么？